最近拍电影真难，每次都要赔钱，难道如今要放弃了吗？嗨 ，Baby 导演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？我需要给我新拍的电影配音，真头疼呢。Baby 导演，淡定淡定，你不需要吗？酷众们最近开了一个配音公司，听说请来的都是优秀的配音员，不如你去看看。真的，那我就去看。请问这里是酷众文配音公司吗？是啊，你好，我是这里的老板。给我新拍的电影配音，你能看给我看看你们的 demo 吗？没问题，之前很有名的叫《深归来》，这是我们做的配音，给你看看。是，一定见过佛座吧？那你说，我念经的时候，佛座能听见吗？听着，肯定能听着。那老头这儿可神似了。大圣，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？我知道，齐天大圣孙悟空深入玄铁，火眼金睛，长生不老，还有72变，一个筋斗云呀，就是108000里。来一根红毛一吹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呀？对了，大圣，你还有一个如意金箍棒。话说那金箍棒重13600斤。大圣，大圣，你的金箍棒呢？哦，戏里说你给它藏在耳朵里了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你这小屁孩，叽叽喳喳跟那矮路。啊，老孙老人都被你吵炸了，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啊？哎，不许再提金箍棒的事。但是二郎神真的有3只眼睛吗？不错不错，要是是美国电影，你也可以配中文吗？别小瞧我们，我们是酷中文配音公司，讲中文是我们的特色。给你看看 Zootopia 片段。还算是过得
柴胡霍林青蒿胡麻不要走什么我希望你能够帮我查个车牌，我们非常赶时间。好，请问车牌几号？29T HD03。HD03 HD03 完成任务。好，这是我的。